到四件非常高级的正肩和服。那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这一件，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件。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渐层，是不是非常漂亮？这种桃红色渐层到这种淡粉红，然后它上面这个小就是那种，有点像是那种法国的那一种大羽毛，它做这样子的刷纹，然后上面还有带一点点金闪的金冲，整件非常的好看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，有一点点这种草木染的感觉的这个，正绢的色五 D。那虽然说它是色五 D 哈，但是它用那个针线的这种针法，表现出这种有一点点斑驳的这种亮亮的感觉。你来看得到吗？看这一件的这个垂坠度，它正绢没有错，这个是藏不过来的，非常的好看。好，接下来看到这一件日本波浪纹的这个黄色的和服。黄色呢，它就是在一般市面上其实比较少见，就是这种比较素色的，啊，这种穿起来显年轻。那最后呢，看到这一件也是非常好看的一个渐层，还有一点那种夕阳的感觉，有橘啊、黄啊、绿啊这样子的渐层。那一样，这个也是正绢的。那这件呢，它稍微比较薄一点，类似那种单衣，它在夏天穿也是非常的合适。那总共有四件，推荐给大家。